只是一般大牛，一好吧，只一般虚大空牛这级个别。点我觉得多注意，好吧？也没有办，这个英雄打到后面胜率有点高了。虚空一击的，好吧，虚空的虚蓝空博呀，关键一是。击有两个，胜率好像是100%的，一个叫虚空，一个叫碰半了，还剩一个虚空。这两个好像没输。看一击一手选不选虚空了？还有个小精灵，小精灵也被放出来了。一击是非常喜欢打小你精听灵。他精灵的。好，小精灵被抢了。精灵他们肯定会拿呀。国外队的精灵，好吧，懂的都懂。这么多年以来，精灵是中国队的天敌英雄，有点像。没办法，说句这边实话，应该是虚空毒狗，感觉。说句实话，打一击，只要一击先选，你英雄办不完，他们总能拿到厉害的。还剩5秒。现在配合精灵的和，感觉是哈斯卡跟那个钢背应该是最厉害。前是什么侠小斯问之类的嘛，现在都是配什么钢背和那个哈斯卡。一选伐木机，秒点拉比克。这手拉比克点的有点拉比克伐木机。Wins 的 BP 我从来都不去猜。少见，这种 BP 你根本就读不出来，你不知道他会拿这两个，你想都想不到。从来就不去猜，他每一把都不一样，你猜不了。对的。他每一把的 BP 都不一样，对，这样的话你对不知面道也不他会好去针哪。对呀，对面也猜不到呀。对，因为也不知道他会哪。哎，这个是拉米克打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个英雄还没出来呢。没有头绪，没有头你绪。不管他点的早不早，反正他有他的思路。我他妈的也是鱼呀！既然想去猜 Wings 要拿什么英雄，一级应该会拿个虚空吧？这应该没得给吧？其实二手的虚空还好，就怕那种三四手点个虚空，你阵容成型的时候再给你来个虚空，你就很烦了。SK 升级的时候，啊，虚空对哈斯卡，我觉得虚空看要不要不会办吃了，感觉哈斯卡要不要办？虚空应该没了吧？这对吧？尊重一下吧。对，蓝猫也可以。不会选了一级这边，虚空的可能性不大了。这一把对打的是要办蓝猫啊，我记得一级小组赛有一场精灵蓝猫很强啊。蓝猫哈斯卡可以考虑。我觉得哈斯卡要注意一下。还是办虚空，虚空没办了。要办的呀，这个英雄一二手拿出来，你有办法针对。这三四手给你点一下，哈斯卡还好，蓝猫要办了，好吧？因为有伐木机的存在，哈斯卡应该没那么跳。戴德呀，他可以配那个戴德呀。跟你说，哈斯卡戴德嘛。戴德的话，他哈斯卡打伐木机的一击，他经常选哈斯卡打伐木机的。你戴德的话，拿个冰魂嘛，这个阵容是可以拿冰魂的。还不如办蓝猫呢。小精灵哈，小精灵戴德都怕冰魂。备用时间，我觉得蓝猫得办，蓝猫要办，蓝猫肯定要办。嘿，小精灵，好吧，虚空其实我觉得一级不会拿，这分已经有 SK 了。尊重一手苏妹儿嘛，蓝猫可办，蓝猫是他真拿哈斯卡带泽就拿冰魂呀，我觉得有个冰魂在就没那么跳了，小精灵也奶不上来是吧？一个克两个不好吗？你这边一级。摸不着头脑，他们也不知道办什么，他们只能办自己觉得最烦的，比如说他们要拿什么英雄，办自己体系怕的，拿妈的话办个控制嘛，他也就该拿，运势无法针对有一点，办了个剑圣，剑圣，请 Wings 战队禁用英雄，看来猫啊。讲道理的话，一级现在最厉害的就是苏妹尔的蓝猫，然后就是宇宙哥的虚空。对。但他蓝猫如果三四手拿到，打出感觉了，他后面的比赛很有可能一手或者二手就把蓝猫捡了。一般都是慢慢慢慢点的，如果三四手点出来的蓝猫很屌，然后他下一把他就会一二手点出来。所以我们这是一级对阵 Wings 的第一场，好吧？你们没有来晚，刚刚开始，还在 PP， 刚开始，刚开始，非常关键。今天半夜五点，可以说是已经凌晨五点了，应该说还有这么多的观众。天没亮，好吧？第一个标上天没亮，比平时要多了好几倍。看样子大家还是特别关注这场比赛，特别想看这场比赛，看 Wings 打一级啊！养大你妈，中国独苗啊，全村的希望。是的。拜仁考虑了好久，讨论了好久。
蓝猫，蓝猫，还是半个蓝猫，很尊重，好吧，很尊重。蓝猫虚空打到这种比赛的时候，还是该尊重的要尊重，虚空蓝猫全部尊重，可以。好吧，如果说拿哈斯卡的话，哈斯卡安姆记得点一手冰魂，他们是候选，能点。哦，他们是先选，好像先选也能点，其实备用时间。我感觉这把苏跳跳感觉是个 KOP 了。 KOP 让他玩呀， KOP 让他玩呀， KOP 让他玩呀，该玩 KOP 要让他玩的呀。办了一手陈，Wings 的陈确实值得他们尊重，这首彭城他们办得挺好的。好吧，下次对黑的时候碰到，我一定要让二兵玩一把，学一下。Wings 这一手尽量先别拿酱油，拿个三或者大哥。电棍。或者说拿中单，哎，电棍，中单电魂。刚才有人在说电魂吗？我有听到人在说电魂。宝哥呀 ，Snake， 宝哥，你不会看了主舞台吧？我刚扫了一眼，我就说你比我快了一 点。我就说你这个声音，我是 BP， 你都能猜得到的。你这个声音不太像在读的BP， 好吧？我不信人猜到，宝哥。不是，我就感觉你知道吗？我电棍这首 BP 就读得很神，好吧？很僵硬，很僵硬。BP 是真的没法猜的，这个声音很僵硬。但是我依旧还是对电魂这个英雄充满了尴尬。这个英雄不怎么说呢？天怒法师。死问吧，我觉得点个死问还可以。就这样。这三个英雄在前中期的节奏是非常快的，在要有 BKB 之类的道具以后才不没那么怕这三个。可以点一个，特别是 SK 天路嘛，这两个英雄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时候不是屌的一逼。斯温两边打架都好厉害啊，他不拿的话对面都有可能拿斯温的。斯温还可以吧，还不错吧。鼠标手斯温蛮厉害的，一期这个阵容是很有可能会拿斯文，关键曹曦，三大哥都出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一号位电魂，二号位伐木机，三号位曹曦。曹曦，一号位电魂，打架很凶。这个阵容如果配一个推塔英雄，我觉得还行。四号位好吧？如果说没有推塔的话，挺膈应的，因为他们现在。土费。Wings 现在抓不了人，推不了塔，后期也一般，他很需要一个推塔英雄加快节奏。提速，我觉得他要补一个野区英雄。对，要四号位谜团普费，曹曦谜团，我唱这个。对，一击是四手拿到了迪法斯。其实我想到了一个英雄，好吗？打野英雄许。哎，这个你别说 ，Wings 这几兄弟不是很。他们采访当中后期不是很扎实的。说他们会选血魔，拿这个迪法斯挺头痛的呀。Wings 现在就是那个问题，推不了塔，这几个英雄推塔不厉害。如果推塔不厉害，会被点野英雄的，因为电魂加拉比克的现在迷团啊。迷团这个比赛没怎么上过呀，讲道理呀。是呀，该点你又要四号位又要推塔，那只有迷团呀。陈被办了，其实最好的是陈，有陈这个阵容就无敌了。他们采访当中说过，他们血魔要点要血魔，他们拿过呀，打比赛拿过吗？拿过。出大根的，这把拿血魔就给 gay 了呀，谁去 A 塔呀？这把拿血魔真拆不了塔，然后就会发生一种敌法无解带，不停的带球，而且有点推空啊。Wings 现在就拉比克一手局，感觉这把 Wings 只能往推进方面，他们怎么了呀？推不了呀，不好推呀。都说了他们没有推塔英雄，点一手可以推塔的英雄打压制，但是抓敌法也不好抓，有一句说一句，抓不了这个敌法。先知小歪先知被办了，没了。他们要么就补个控制，大满还不错，后面能处理敌法。大满看还不错，能抓敌法，能推塔。对，就扳手萨尔。
萨尔是迪塔比较派的英雄，但是没有拿塔。苏妹尔的一手，最后是苏妹尔的。我觉得萨满可以，好吧，拿个萨满增强推进能力。苏妹尔的 QP， 一批吧，我感觉。兽王也不错，兽王伺候也还行。把兽王也不错。兽王萨满拿一个吧，增强推塔能力，否则会有点尴尬的。备用时间。兽王谜团小歪嘛，就这三个嘛，就这三个，就比较看好的。这一把其实谜团没有兽王小歪好，因为兽王小歪有抓人的能力，谜团还是没有抓人能力的，还是兽王小歪好一点。蚂蚁应该也是看到对面控不多嘛，于是这边叫拉比克，但是拉比克比较舒服，对，拉比克比较舒服。这样看来的话，兽王没有的中单蚂蚁吗？这是肯定是蚂蚁打电魂呀，中单蚂蚁、啊、打电魂的呀。对，电魂不是走优速的吗？我怎么感觉电魂是优速的？对啊，我感觉是伐木机中单呀。谜团，哎，谜团，就是谜团呀，这一把这四号位谜团还真出现了，可以的呀。这个坦坦就非常破费了，这一看就是谜团呀。可以，这种反正就是补个拿塔的嘛。有拿塔问题，这就这楼瞬间变得扎实，扎实很多。是的，是的，扎实了，扎实了。能玩好吧，能玩了。这个阵容是优速电魂呀，优速电魂，然后优速了呀，就是中单伐木机。一级这边是宇宙哥的 SK， 苏美尔的 SK。其实我刚准备说的 SK 打伐木机，好吧。然后蚂蚁打，然后蚂蚁打电魂，一级是线上一点亏都不想吃。一点亏都不想吃，他蚂蚁就是选出来打电魂的呀，说是说的没错。他这个蚂蚁和小精灵打电魂，拉比克会占优势。分路的话，一击会好打一点。好啊，谜团手上这是，旁边好多人 TP 数据。请做好开战准备。大哥这个眼位还是插这个眼位，他这个大牛也是插这个眼位，这个眼位蛮舒服的，很容易看到别人要往哪走，也容易看到开悟。对对对，三条路，没风也不好反呀，关键是胜者组决赛 ，Wings 打一击。在的小精灵。先帮中，他先帮中，然后再帮烈，到处跑，三路跑。但是这边因此会不会做出一个分路调整呢？让电魂避开蚂蚁，打 SK， 然后伐木机打小蚂蚁小精灵完爆。看样子电魂好像是在中路卡兵。躲一下嘛，你别硬着头皮打呀。SK 打伐木机，定棍去烈路了，打泥法去了。潮汐打蚂蚁也可以，但是眼看到潮汐了。但是他一级这边是知大流换分路的，但是这样分路是可以的呀。我收下了泥法这个英雄不太好换。这边蚂蚁上去的话，电魂是打不了的。他们三打二的话，小电魂和拉比克是打不了的。对，小精灵如果去上的话。有机会杀人的，这边还是 SK 碰到了伐木机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对线的一个效果。之前我们是见过边路的，哎，有点痛，有点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我记得那一把伐木机是带了七个次数吧？这一把跳刀会不会药不够啊？就是他中单呀，他中单呀，中单不可能带那么多的呀。被爆的好痛，他只可能运个大压什么的。还好 SK 要推线在中路。上路一个局，往回丢。这把 SK 就是不解决了。潮汐下路是被蚂蚁缩地减速，被追着打。一起两个。前期对线感觉 Wings 不太好打。对。因为 Wings 他们打不好，三路烈啊，这样下去。三路烈。对对看。不至于吧，上路不可能裂的，对啊，上路二打二不可能裂的，而且他们这边有个野区解肥，伐木机被搞得有点惨。我只能说这个小精灵到二会去上路杀这个电棍，
你看戴哥身上带了一张 TP 的，他找密团区蹭经验了。哎，这里怎么有个空血小人马呀？哎，谜团打的应该是。我操，他升了好多，升了好多经验啊！盖，大哥过来吃经验，拉一下。小谜团被打掉一个。我看一下，二兵可能太久没打谜团了，细节很不到位这一把。小精灵分经验。哎。细节是有点不到位啊，话又被断了。他的这个低应该是开这个近卫大爷的这个低，赶他，别开那边的低，不让他吃这个经验。简直以假乱真。假装自己的发布效率也被干扰了。这样的话，小精灵控到下路赏金符也是能顺利到。敌方的补刀还是高啊 ，SK 在中路是打得非常的舒服。三路优啊，现在一级就是三路优 ，SK 也是把伐木机给压了。伐木机打 SK 不好打，这 SK 看都看得出来。漏了大门 S 吗？漏了，漏过的，漏了两个。哎，这边中路消耗一下，消耗一下。伐木机，这 SK 好肥啊！十八杠二，哎。第一下拉比克没血，拉比克好痛啊！这伐木机被打的，差点爆死了刚才。SK 的那个施暴，你要注意你身上的那个 buff 的，他还会追着爆一下的。你被他 A 了以后，有一个持续伤害嘛？这边小精灵又要打迷团。那但是在这边是有假眼的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哎 ，SK 来了，哇，有点危险，遇到很危险这波，有点危险，没状态了，肯定要有血。哎，我都不说，哎，一下一个戳。这边阿宾是在野区被拿到了一血，我只能说这个眼位有点脏啊。哦，宾这把发育很残疾，无解球。这个谜团，这个谜团就不厉害了，他不肥。我操，这小金给蚂蚁补状态了。哎呦，好爽啊！空血状态再控个符，补满了。小金线上很烈，好吧，线上很烈。有梗，好吧。我得拿小金。这 SK 控到一个加速，挡不住了。这 SK 上路呢？上路敌法16-5的补刀带魂是吧？补刀给拉比克。拉比克。哎，小精灵来了。哎，好，这边没空。有魔棒，有魔棒。带魂一速也不虚。哥。好危险。这个 SK 好肥啊，要成怪物了。这次比赛我就没有见苏妙不肥过的，感觉他这个魂类会很快被消耗完。打 SK 的话，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到六伐木机这时候稍微好一点，后宫举起来，这样的话也可以好好的补一波兵，但是这波兵刚好是被天路给拉走了。下路潮汐是20-7，蚂蚁是22-0。中路互肥，下路也是互肥。这样一看还行吧，我觉得三路还行，我觉得可以接受，我觉得这样可以接受，因为你谜团，谜团在发育，谜团扶起来了，对，这样是可以接受的，我觉得。哎呦，挺爆的，爆死了！哎，还有追，还在追，马上有出，拉皮特一下，这边拉皮特都狙，一个小兵团，小兵团，有刺了！哎呦，小兵团打昏了，我们打到了，伐木机能够甩个盘子就好了。这边伐木机是想着他们要杀塔，所以说他放那个盘子是防守盘子，没想过反杀。逃兵两个平过来，逃兵两个平，这个 TP 好舒服啊！团是快六级了，这谜团下路不让小金上路，伐木机是吃到了一个隐身，正受到攻击。这是小精灵追着谜团打，哎，伐木机还好有隐身，魂类被打的好多，一下就快没了。对他打 SK 魂类很快的，又炸了一个，看见没？不过没魂类，一层毒炸一个，魂类要死。他一层毒就炸一个，
没魂泪刚才他可能要死，因为 SK 只是耗到血，也没了，不能，没了没了。那这个魂泪还是蛮伤的，埋一下也是200多块没了呀，少了四个不到。但是他的血量根本就跟不上 ，SK 耗他一下他就受不了了。哎，一个 T。啊，好强多了！哎，这个 B 他妈的有点过分呀、啊！他可能以为防护技没血了。杀戮，也还好。击过来，当着这个电棍身上的魔棒很多。这边再次在下路补了一波，等级到达了四级。来运一下瓶。哎呦，虽然说补刀来看，伐木机和 SK 是五五开，但你一切经济，对经济差了800，好多，拿了一血吧 ，SK 拿了一血，对。拿了个谜团嘛，魂泪也被打掉了，一血350嘛，但他们差了将近1000的经济。这是怪物 SK。电魂跟敌法是五五开，蚂蚁跟潮汐的话是潮汐稍微领先一点点。电魂和敌法五五开不是好事。对啊，电魂这个英雄要肥啊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他们我觉得还行，是两个人嘛。敌法是一个需要发育的英雄。现在就看谜团这个点的声音了。谜团最好是带拉比克开个雾去杀一波人。对，谜团拉比克在可以干博士啊。谜团现在补起来了，还可以。这个对线机 Win 是可以接受的。现在经验已经经验领先1500。这边是 SK， 是来到了上路。现在经验已经经验领先1500。这边是 SK， 是来到了上路。开雾了，开雾，看见没有？好像没看见，没看见，看见他们就撤了。别拉比克破雾，看一下拉比克能不能躺枪。躺枪了。躺枪还可以，只要电棍不死。电棍走，没问题，控制手。这一波肯定要死人的，只要电棍不死就还能接受。接受，可以还能接受。这边，开雾，控开雾。哎，潮汐伐木机谜团有雾吗？开了。这一波想推上位是。这波位置很强啊，刷不能杀到人，能不能杀到人是关键。杀一次敌法血钻，有点难，说句心里话。没控啊，这个谜团直接输了。有点好大波、啊，这个挺难的，挺难的。这个敌法的走，主要是没拉比克。哎，太依赖。可以。哎，我两妈还能追吗？等不了了，杀不死，再追就有风险了。差一点点。啊！有看见有力量加成，这类似路的塔还行。我以为能单杀敌法，我操！激动的枪里口口水。是单开了一个雾，下路塔这边防护眼，看到了，两个，我摸了，死了。他也想补一下等级，应该是。下路拿了上塔，下塔不下放。拿这个蚂蚁并没有什么办法。电魂是裸魔龙枪，应该是买了个1000伏。这边小精灵又下来了，来一下，还是需要就是在谜团开崩破啊。谜团赶紧把这个大招用出去。这把 Wings 的节奏还可以，破了上塔，顺势来逼中。我怎么感觉有点僵了 ？Wings 节奏比较木。感觉有点僵了，还行，他在逼塔就还行，好吧。他们现在他们的先手是拉比克，但是拉比克现在很穷，等级也很低。他们要 SK 这边是马上跳了，他们在干事就还行。哎，这个潮汐怎么在挂机啊？没，他要推中。哎，太傻了。哎，拉比克，又是一个刺，补不了这拉比克，补不了。哎，拉比克又死了，很针对拉比克的，这就有点尴尬了呀。这边三人中在推中，下路来打个 TP 出来，但是没人替他们在逼塔。别过来！想打，潮汐在，潮汐这个位置怎么样？潮汐吃了个树，转过来一个大招，蚂蚁取消了。啊，两个，哎，两个，漂亮，太漂亮了！这一波非常漂亮。啊，只要大，非常的果断。只要我一直那个地方踩个大，他踩了，他躲了2分钟了，该放个好大呀。他这种时候没跳，他这种大是很好的放的。这样才能不能逼啊，逼不了，只有耗点血就走了。推是推不了，要走 SK 有跳了，下波
跨连血就走了，差不多就走了。等一下走不掉了，这时候去推右路，这边马上到六级了，塔比较好。换着推嘛，对，换着推，去推右路的塔。这一波运势是更新了。右路这边一级这边视野非常好。哎，这边是 K 下来了，是潮汐的血量。哎，潮汐。SK 有跳 ，SK 有跳，大的，他跳大的，很危险。死了，死了，直接摇到。九级了，第一波跳刀嘛，要推进去都赶快加快，现在对面只能刷。推又是不是塔呀？你运势现在不好抓人，他们只能推。他们的先手拉比克声音不大，而且迷团现在他这个装备又是不带跳的，很难打先手。就只能平推啊，平推的话打团还是运势厉害，就是木纳了一点。对。那敌方有狂战就不好推了的话，先要被带死。拉比克急需六级，俄罗斯地也行了是吧？拉比克真开了雾的 S 跟天路，看能不能蹲一下敌法师。这边过去有一个谜团，阿比要小心了。看见了，发现了，发现了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，一个四，直接秒掉。没让拉比克去吃经验书，吃了经验书拉比克就快六了。其实这段时间迪法斯和蚂蚁是没什么战力的，对啊，是可以接受的，就是平推啊。SK 一直在带节奏，我觉得刚才谜团不应该踢上，而是踢下，因为上路已经有电魂踢了，他们四人就可以推了，不需要电魂。正受到攻击，踢上了之后不推会被玩死啊，不推。对啊，他早点刚才踢下就行了，他踢上打了两波钱没什么必要。他现在在踢下上线又被压过来了，这潮汐应该直接裸跳了。踢下推的有点慢啊，这样推的话 这个没办法。这就是 Wings 为什么拿谜团，他们缺小控，如果说上板的话他推完就走，可以去抓人。他谜团的话就相对来说只能平推了。不是 SK 难道有想法吗？谜团是踢走了，因为下塔推了。Wings 不想放一个外塔，不想放。这边潮汐应该是在做跳刀，对，刚是潮汐踢走了。这边 SK 跳出，射起来，小心连过来。电魂要走，电魂赶快走了，电魂打不了，快走。不主要是潮汐踢走了，这边有个迷团在这里，迷团在这里，潮汐在。迷团一个大拉到了蚂蚁，蚂蚁一个出刀，秒掉一个蚂蚁，电魂，还有敌方一个大招，后面还在追着电魂，敌法师，敌法师是不走了，电魂被收掉，能不能杀一次敌法？敌法可以，漂亮，加速防不击，这波是打了一个二花，可以接受，好吧，这一波可以接受，完全能接受，完全能接受，主要敌法师是迷团，敌法。这边跳到还要追三 P D D， 还要追，不追了，不好杀，不好杀。这波可以的，这波潮汐虽然说踢上了队友，被追上了一波，但是还好这波是顶住了。潮汐也是顺利的打出了跳刀，伐木机也血晶了，这波是赚的，这波赚赚赚，伐木机血晶了，关键杀了敌方嘛，敌方这个狂战斧20分钟出吧，还差好多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，看一下经济差吧，经济差的话运势领先1500了，对，经验的话领先1000，我看一击这边是个后期阵容，还是那句话，潮汐有跳就有先手了，还是那句话，需要提速，好吧，这时候需要推中，这时候需要推中，潮汐有大招，伐木机有血晶，可以说是Wings拉比克也是到达了，哎，想上蚂蚁上路，潮汐跳大 ，Wings 的超强技能，我潮汐加伐木机一套是可以秒蚂蚁的。哎，走了，没兵了呀，感觉到了。我觉得他们这边拉比克也是在一级举之后再补这个失效立场，一个魔抗的光环。我觉得他们要想的不是抓人，是推，他们抓人并不厉害。把六塔全拔了之后，压制视野再抓人。中路小精灵在。在没有人可以连到，哎，后面小兵来了，过去，
哎，断了！哎，他手，他紧张了。断了。哎，可以，铁金石，哎哎，推了一下，哎，被魂力打了。两个掩护撤退，魂力打了，我操！这样很亏啊，这是线都哎，好气好气，跳大，收掉了小精灵，让他自己能做吗？麻木鸡过来掩护一下队友撤退 ，SK 马上跳刀好了，有隐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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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问题不大，杀掉就行。好生气，但 PDD 这边有经验啊，淘气好生气啊，秀老子，你喜欢秀老子？哇，这个经验差的，想杀麻木鸡的反了两个眼。还是那句话，需要拔塔。提速，提速。下路这一波，一个抽到了猎魂，天路一个大招，等一下，冲着猎赶了过来，给猎魂加一下移速。走快点，走快点，没肯撞，没肯，加血加的好多。问题不大，这个链子还可以啊。这个链子有用啊，没肯加血加好多血。猎魂提速了，电棍拖个飞血。好吧，下一波拉比克，这个控制还可以。举搓这个敌法不是很开心，好吧，十七分钟还没有框战，这是好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。这一把菲尔声音好小，他线上被猎魂骚扰了，刷钱环境，所以说前期是可以接受的，他被骚扰了，现在他有刷钱环境的。这边 SK 想跳大秒，伐木机1500血，配合敌法有可能有机会 啊，有一个挑战，而且小精灵有飞的，对，有飞的。飞了飞了，小刀抽一下，哎，没勾到，没勾到，这个毁肉，实在不行可以自杀。哇，差点把敌法杀了，哎，敌方一，敌方大比克赶了过来，这边 SK， 哎呦，这个小精灵直接在那飞走了，但是下路朝西什么情况？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被带走了，举着空中，因为玩的好，带的小精灵反应非常的快，这波其实还行，伐木机跟敌法一换一，伐木机活得比较快。对，敌法又打的狂战，主要是敌法现在还没狂。哎、这边 TP 无敌，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拿个上塔，这一波节奏非常的好，这一波这节奏非常的好。只要能拔外塔，这个节奏还在。夜眼上塔。好了，第四座塔18分钟，感觉两边需要把跳刀。蚂蚁还差1000块能做出林肯。敌法师还没狂，应该会主跳。电魂是飞鞋双刀魔龙枪老鸡套，但是比老鸡多了一个魔龙枪，更扎实一点。如果刚才不是这个魔龙枪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死了。对，对吧？这个魔龙枪还是很关键的。所以说魔龙枪这个属性撑得多嘛，真的要出。这把谜团的跳到黄金是非常舒服的，对面没什么断他技能的，只要位置选得好。他是够钱出跳，潮汐是买了一个挑战头巾，谜团更新的跳刀。这波推中，双大团控。对，这一波推中。地法师很急，地法师100块钱有狂战。可以推啊，20分钟嘛，这是20分钟。他们在这里干嘛呀？等雾开雾吗？没有雾啊。明推啊。就推啊。20分钟狂战敌法。现在就是抢时间推塔，然后敌法。伐木机也是更新了一个挑战，这边两个挑战，这伐木机跟潮汐还是比较肉的这一波。敌法没成型，我感觉这两兄弟打不动呀，一级这边。这边是不敢收塔的，他们30分钟前一击的主要输出还是依赖魔法。对 ，SK 和天他们出了挑战，他们就能站住，给谜团拉扯空间，谜团就好跳大了。这时候想办法去推个下二塔，之后这一波蚂蚁更新林肯，又投了个戳。哎，这个技能好啊 ，SK 的穿刺，他一直投的穿刺。现在想办法要把最后一个外塔拔了，然后打盾。打完这波可以再爆线，其实很多的。SK 的穿刺、蚂蚁的缩地、敌法的 blink 都是好技能。最好打肥一点，这把 SK， 拉比克。那这一把拉比克不肥啊，因为谜团好像没有买什么东西。拉比克在爆。把拉比克肥可以修起来的。
看一下二十分钟吧，二十分钟位置领先金钱4000，经验方面的话是2000多，不是特别多，因为威斯这边塔拿的很多，只能说不够，远远不够，这个经济领先不够，要10000以上，领先时间太少。宝木机也是更新了一双飞鞋，他更新飞鞋可以的，因为这边带线比较吃力，要一双飞的。Wings 这个阵容普遍偏木嘛，怕人带球，这时候伐木机飞鞋可以扛一条线。但伐木机血晶石出了之后没加过，挺僵的，还死了一次。打不起架来，这边现在 EG 和思路很清晰，不跟你打架，我就刷。要你要么上高 ，Wings 打凶一点啊，要么开就推啊，把塔推了打盾啊，把下塔一把打盾。但是 Wings 这阵容打盾也慢啊，有谜团啊。打盾有点难，开雾或者抓飞都可以。这样刷是对 EG 有利的。很开心现在这个节奏，他可以接受。他的敌法跟蚂蚁是需要刷起来最好的就是开雾，开雾干人，要不开雾拿塔。Wings。底牌有2000多了，他两分钟打了2000多底牌，现在每分钟打1000多。现在是伐木机谜团潮汐的强制机，不敢打了。从上开悟，等他们出 BKB， 他们才敢打。这波开悟好像是要碰到蚂蚁了，蚂蚁开始缩地。蚂蚁，哎，没碰到。碰到，碰到了天路，又死了，死这兄弟。这兄弟没用啊，死了。先杀一个天路，但是蚂蚁就跑了。都跑了。巨带，我始终我始终觉得他们要推塔打盾，好吧？他们杀这些人没用的，敌法一直在刷，推下是最好的。刚才这敌法快刷起来了，刚才推下塔就拔了，然后打个盾，经济马上就超过电魂了。他们抓酱油，他酱油就是为敌法牵扯空间的。没防不及，踢过来，好了，已经是单刀了。哎，这边蚂蚁碰到拉比克，哎，好痛啊！点跳啊，他点跳，一击也不敢打，现在。SK 也是在做一个 A 仗，哎，这边来推下塔了，发现这个问题了，但是敌法在后面断兵了，有一波兵，没有，这。塔肯定没了，好吧？塔一技是肯定全放了，外塔你全部给。最好出个勋章，出个勋章。这边好像想逼高了，我看他们的举动想逼高。他应该出 A 杖逼高的这个天赋。不敢逼啊，就他这个阵容比逼高，不好逼。那就是双刀要4000多 ，A 杖也是4000多，出个 A 杖上高。刷的太开心了。蚂蚁也在刷，蚂蚁从头到尾都在刷，马上就暗灭了。要么就直接招个小兵团打盾，打完盾上高。刷的话是肯定不好的，敌法溜的也去来挖矿。现在外塔拔光了，他们抓人真的不厉害。Wings这个阵容抓不了人，很难抓。拖了一个敌法的 Blink， 举了一下敌法，跳拉比克。他一点都不怂，抓不了人呀，这个阵容控制也少呀，好难抓人啊。现在还好了呀，有跳刀了，拉比克有跳了吗？啊，有敌法的跳。关键现在运势，哪怕是抓人，你要面临对面有一个小精灵可以飞你，你人少了还不一定打得过。阿木基这边是跟着把跳，节奏慢下来了。电魂没出 A， 我觉得他一击这边人都不好抓，敌法蚂蚁 S， 说了抓不了人，这个时候他们抓不了。都有逃生技能的，强队是不可能给你抓到人的。有点迷茫，经济是领先，节奏慢没事，谜团一定要打钱是吧 ？PKB 刷新，什么都出来，谜团 PKB 还差1700。哎，这边 SK 和天路开悟了，咱们继续留一下。谜团。一个戳，是了，谜团被秒。玩太久了，这一波 Wings 这个阵容人散玩不过对面，太久了，他们人散是玩不过对面的，没办法的，对，不跟他们从头到尾抱团的呀。大招流用不了大招，好烦。对面现在就不跟你打团。Wings 的阵容最好就是拥有主动性，大招好了找你干一波，大招好了找你干一波，这是最舒服的节奏。但是对面根本就不跟你打。感觉进入一节奏，
这段时间地法师快成型了，分身了，等着地法师的 BKB 就打不死了。这边天路刷的挺快的，地法师分身服了已经。他现在有战斗能力了，二十分钟传染二十。哎，赵杰，第一个大招 C， 一个 C， 漂亮，大比克，关键啊，这个不灵，关键是把他分身也没买到，还掉钱了，哎，他分对，可以打盾了，漂亮呀，杀敌法打盾，我潮汐的输出好高啊 ，OK。没事，敌法是敌法打远古打没血了，打到半血多一点点，满血这两兄弟杀不死。这个眼很重要，好吧，这个眼立功了。被杀戮 B K 的卡，看一下装备更新吧。这边 Winx 电魂是在做 BKB， 快了。在做 BKB， 米团也是在做 BKB。对，米团也是在做 BKB。潮汐的话 ，BKB 笛子刷新吧，潮汐。别做了笛子，直接做双 BKB 加伐木机细网嘛。我觉得他上高的话就做笛子，不上高的话可以做刷新。看他买不买了，不买的话就是刷新了，刷新了，直接刷新。鼻子太单了，也不是很好上高、啊。但是你整场都不上高吗？讲道理，他们的敌法挺难抓的，好吧？刚才是敌法打远古打到半血。我觉得双 BKB 加细网可以来一波啊！要来一波，无限拖吗？我也觉得要来一波。不可能无限拖的呀！这边电魂还差两百多，实在不好哎。电魂差两百多，然后谜团整个强势期嘛，强势期 BKB 啊，谜团差的挺多的，谜团差一千多。主要也是没人能 A 塔，电魂没出 A， 对他没出 A 仗，他如果出了 A 仗是吧？他一下一下的 A 有点不现实。电魂出 A 仗这把好厉害 ，A 仗 BKB 钻进球希望，好厉害。电魂 BKB 了。这把你别说，虽然说 Wings 他们没有买宝石，但是一击的眼始终没有插到 Wings 的外面来，都插在了家里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带线也怕。带宝石了，他们现在带宝石了。带了吗？这边的话开了波沃，天路身上带了个宝石。哦，我说 Wings 没带。哎，扫描扫到了 ，Wings 扫描扫到人了。小精灵，小精灵连了一下，直接一个跳大，飞到了。两个，还有没有？哎，有一个坐地。小精灵是死了，大比克还在最前面的，大比克还能追吗？好像留到天路了，天路一个举往天路往回丢，推了一下，推了，打不了。抓了一波吧，高了，高了，有盾 BB 看呀，实在吹，还是伐木机也是拿到了莲花，还是要逼拆，还是给自空了，这波没压力，拆，塔防逼出来了，敌法师也没回，哎，这个级别逼死了，嗯，猜，想猜想猜，收入，但是这个潮汐没大。蚂蚁，蚂蚁大呀！回来了，打的。敌法在断兵，这边 AK 是肯定是想打的。这边伐木机有莲花，回血了，兵营回血了。哎呦，哎，回血了，半血回血了，我操！回不了了，这敌法在断兵。又被这边一击给拖了一波。这一波兵不回血，感觉破路了。这波一拖，下一波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这一波被拖得挺伤的，有句说一句，对，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，能不能再来一波呢？要来一波呀！这个阵容不破路好难打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路得破啊，否则要被带死。妈的，鼠标手，我操！这路还是要破啊，还是得去拆啊。那潮汐没带啊，他们现在肯定要等潮汐带、啊。这样他们分散刷很容易被抓人的，还是得抱团，就五个人压到他们家门口，潮汐带就好了。这一波一消过去，哦，过去就好了。看不了，潮汐不现实呀。大比克，看一下能不能留到人。这边伐木机，伐木机冲了上来，天路，天路，宝石被缴了 ，nice， 加个宝石，这边敌法又绝代飞天了。
正好要个宝石。这个敌法把冰断了，这波比杀人还爽，打了个宝石下来。但是冰被敌法断了，冰就被敌法断了。我的高地破了，只要有一波冰过来，高地就破了。这个兄弟，这个狗逼，我操！鼠标手，我操！他逼上去打，估计没。那好会断啊！鼠标手不会逼上去的呀。妈的，要抓他一次啊！他好，他怎么玩？又把兵断，灵气鼠标手，我操！要抓他一次的。鼠标手这两波太灵性了，老皮有点厉害的呀。谜团 BKB 了，别谜团 BKB。但是这样被他一耗的话，盾是被他耗掉了。下一波敌跑可能 BKB 了。盾还有三十秒，这最强一波没打起来。哎，恰大，长期恰大，一场有大吗？一场有大，换过的，但是这哎，这比躲起来了，好稳啊！鼠标手，他的鼠标手是稳了。哎，发信号了，踢走了，好稳。长期的话，这边插个卷轴刷新。蚂蚁是没 BKB 的，现在等于等下波蚂蚁，下一波就是蚂蚁敌法双 BKB 了，那就有点难打了。这双 BKB SK 估计都会有了，我看了这个钱，不知道他出不出。他这几个 BKB 一出啊，对面这对面全是法系啊，出了电魂，这两波被他们断兵断的太少了。蚂蚁敌法的双 BKB 一击就不会这么怂了，他就会有机会就跟你打了。他前面是根本就不想跟你打，打不了，这打不了。看一下经济差吧，经济差一运势领先一万，一万。经验的话九千，也差不多一万。这个经济领先还可以，好吧，还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就看下一波团了。对，下一波团。你刚超级逼他超级吧，打的就是一个团。剃刀，剃刀这是在做强袭吗？是的。他这把要是 A 杖冰甲，那个套路就厉害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等一会跳刀也是能跟个 A 杖出来，输出也是很高的。面朝地刷新了，感觉鼠标手是想出龙心，我操！看到这个样子。带上刺龙心上去刺伤害，用小金救他。对，瓦木机更新 A 杖，这个敌法经济上不去，好吧，可喜可喜的一件事，敌法经济上不去，经济一直没被敌法出，敌法还是要 BKB 啊。潮汐刷新了，潮汐刷新，麻木机 A 杖，谜团跳到 BKB， 可以说这一波已经超强了。电魂强袭还差一点点，你想等个强袭吧，还行二，不急，等个强袭。经济的话领先了一万二了，感觉可以打了，不用等强袭了。所以我要过去找电魂呀，兵给电魂呀。不是，他装备没运出来，这是一个梗啊。兵给电魂就是了呀，就两波兵。装备没运出来。敌法 BKB 也等不了多久的。装备没有运出来。BKB 了。打野 BKB 了，一线双 BKB 了。那 BKB 了。两边都强。这一波两边都强。电魂没有强袭啊，电魂的。这一波就看这个潮汐的刷新大了。我觉得电魂的甲不够啊，他没准备买了。但是电魂的强袭是没跟出来啊，甲不够呀，这个甲不够，十二点甲不够，好容易被秒。那这个搓一下，电魂大，蚂蚁开出了 BKB， 电魂也开出了 BKB， 但是电魂有点顶不住啊，电魂。哎，恰大，别杀，恰大，恰大，恰大，不能打，都得死，漂亮。哎，这个一个反摇大，还有满活，这边输出好像不够了，一级的输出不够，
先伐木机，伐木机，伐木机可以扛。这次也是冰冰没取了，能把电魂拿上去吗？没拿，打不上去要吐退了。但是这波不亏啊，这波不亏，你把打了个打杀了三个人，打了一个满活。下一波就是等大招转好了，打个盾。防大，这一波零换三，然后打了三个十秒兵。绿子是不是看敌方没满？还想干事啊？还四十秒，打一个满活，准备要对秒了。准备要好像也不能满活，买不他买不了。猎魂这边强袭飞速赶来，五二幺的一速在追，这一波应该是可以破一路的，位置打的真的是很漂亮。五打三，五打三，敌法二十秒，各个潮汐大和弥山大太给力了。他们的主力中的主力是 SK， 就算敌法活了也不怕，因为他们没有控制，就 SK 守控。还能拆吗？还能拆吗？我觉得，我觉得还是破线好吧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SK 没活，没没回啊，没空的他们。把木机扛下塔，让电魂的 BKB 是赚好了。没有没有，蚂蚁放 BKB 的，可以破两路，可以破两路。这边有塔防，哎 ，SK 还是没有活，还有二十秒。木机是跟了个笛子，不要管，就拆塔，不要管人，拆塔。哎呦，我感觉拆不了，拆不了，这两路不了，感觉走了，要走了 ，SK 活了，再切了，好机，跟着笛子拉成一对一，取了地法师。地法师被吸攻了，伐木机上来一把，哎，地法师小精灵死了，打不活小精灵，这路也没了，注意 SK 就行了，注意 SK，SK 一个戳，问题不大，伐木机可以赶人的这一波。蚂蚁在打潮汐，蚂蚁，哎，蚂蚁，蚂蚁较大，剑魂回来拆，剑魂开地法师，地法顶不住了，根本就打不过人 ，SK 是戳大，打不死，剑魂醒了，请 BKB 往后撤。这边大买不活，十两路，十漂亮，应该不带蚂蚁，漂亮，吸了，GG，听说你要打二比零，听说你要打二比零，漂亮，第一把位置是干净利落。看到这个谜团一出，我操，我就感觉这把真他妈爽。之前我一直在想，像 TI 这种大赛，谜团去哪了？好吧 ，Wings 先给你来一把，拿下一分。赛前还是猜到了我们谜团这个英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其他